果然真宝哥的话是把龙打龙，龙打龙。我们看一下官方应该是有风系的一素啊，官方这边上了女儿方寸的双峰、女拔木化生四以及花果山、对战方上了方寸、女拔木大唐地府国标。 对国标打212吧，这样的话对速度情况，官阵方这边女儿村是一速、方寸是三速，等于说速度都是拿到了的风系。是我对战方的话有个法系速度，那物理的话暂时我们看不到，因为对战方大唐是被催眠的，大唐应该来说是要比花果山快。是，但是那是普通的常规服务器。对我们珍宝阁的服务器的话任何都皆有可能。来我们看一下，是的，他们开场很多的马在，对，开场虫的话对面也是一波山恶虫啊。其实这场阵容切进来的话，我觉得两队来说打的都比较保守，都相对来说稳一点。其实龙阵真的是一个比较全面的阵，兼顾了速度、物理输出和法术。我们看一下关阵方女儿村是队长位置。哇，是的，女儿村队长位置方寸，那关阵方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拿到一二速？我看一下啊。对，那这样的话其实他是猜到了对面有可能是不上女儿的。对，所以他其实是猜到了对面的阵容的啊。花果山先跳出一把漫天，先射一把漫天，其实在第二回合能出漫天真的是这个运气还是对不错的。前面双方就是宝宝和阵容比较完整的情况下，如果能出几把漫天真的是可以加快比赛的进程。对我觉得国标打国标啊，真的前二十回合一定要先手点杀的那个队伍啊，胜率我跟你说真的都要加一成。是因为你一旦是有输出倒地，就是你会被一直压着打。是的，我对战方的话是有国标，他去观战方就防他一手小死亡。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应该是观战方拿到了一二速。女儿村有一速，对，女儿村有一速，看看方寸啊，方寸，哎，不过对面方寸是被控制了啊，控制，有可能是如果有一二速的话，这个方寸一直去催眠打断对面的，不管是化生还是一拔木的这种，哇，这个节奏是很好的。是的，当头一棒，哎，哇，两万二的数据，我的天，应该是到了就是区间了。真的，这个花果山这个伤害真的是个谜。是，有的时候开场的啊，这把点杀。开场的一把漫天也是给他们珍宝阁也是来了点信心。是的、啊、直接一个当头一棒过去，那压到对战方输出，且在前面三回合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孤独城的压力是相当巨大的。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唐倒地之后，我觉得观战方这边的方寸应该继续会去控化生。对战方方寸是有一把愤怒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我看一下这手感觉观战方女儿村有没有速度啊，有没有愤怒。女儿村，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会怎么选择。嗯，不过他们的宝宝不是很齐，我觉得还是要先把宝宝出一出。对，在这种八进四的比赛，应该不会过于激进。女儿踩踏，对，方寸人拉，那是有把金吗？我们来看一下，对，破甲法系，哇，接着点吗？啊，先活一手，光辉。这个血线当头应该也是卡血线的，哇，这把有当。贴了个6000，对，不过他们是有看一下宝宝是善恶啊，你看珍宝阁的这些宝宝今天对一个琴音就是龙三位的琴音都没有清掉是今天上午我们也有聊到这个话题啊。对，就可能这也是对 PK 的把控，对他们其实对这种伤害的把控和对这种宝宝属性的了解非常非常的细致。对，善宝那这个没有死，对，没有死，其实也是你看如果出了恶宝可能哇这把还有当。对，其实真的这个技能刷的也挺好的啊，这个一把点杀，这把又有当，而且对战方方寸大唐和法系的血线都是足以卡血线的。是的，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方寸还是要去控一下对面的化生，不给他很好的活血节奏，然后去压着对面大唐打。对，因为你二幺二嘛，你不是那个地府的点杀，对，没有小死亡，那你就大面积造尸体，大面积造尸体。 对，我觉得这么个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大面积造尸体之后翻江。对，翻江再加群庙，对啊，果然消一下方寸，方寸是肯定有把愤怒的。是的，哦，落魄化生没有中，哦，没有封道，嗯，放上继续活血，继续活血4500，那啊把金刚给去掉，哎，对战方，对战方大唐也是来了一把漫天，看一下花果山这把当宝宝吗？还是继续当人啊，哦？当宝宝，当宝宝啊，控化生，对战方的。方寸只有一点血了，血条已经见底了。是的，
天魔觉醒，天魔觉醒，这把法器没有小怨灵，对，全不了。看一下他们能不能算到这个伤害吧，对面方寸血很少了，一定能，一定能，因为对他们有人记这个血量，对，因为你要知道他是珍宝哥，是的，是的，一定有人会算血。哦，刚才清掉了一只蛇胚，其实挺赚的。对，不过我们这个视角看一下，对战方方寸脚底还有塔吗？对战方方寸，他应该还 是有的，对，还是够有怒的，因为笑了一把，再加蛇咬一口，是的，脚底下有塔，这把应该还是有怒。看一下观众方这边会不会很激进的去啊？继续笑，你看，啊、果然他应该，因为肯定是有人算愤怒，是的，崔大堂，崔大堂，因为对战方化生四可能要出宠，所以这把没有控他。对，对战方方寸直接人给自己卡了一个大金，啊、果然出宠。地府的话也是毒一口，先回回血。对，啊，没有出双毒，你看蛇，哇，又爆，蛇真的很给力。哎，这个牛又敲了一下方寸，嗯。这个方寸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他一直分身进不去。是的。啊，再吃个大金。其实真的，珍宝哥这边把女儿村放在队长位置，他真的是赚了。对，赚了。嗯。因为这样，他如果能拿一二速啊，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敢确定对战方寸是二速还是三速。是是。因为一直没有出手。对。哎，不对，刚才他人拉了，我没有注意。哦、啊，他人给自己顶大金的时候是三速。是三速啊，那他就是三速。对战方这时候没有进攻节奏啊，古祖城现在大堂一直被催，那没有进攻节奏，没有一个小死亡。面对双峰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一把金青的反点，因为你面对双峰是肯定被一直打断进攻节奏的。嗯，是。其实我觉得啊，因为古祖城也没上女儿村，他这个点杀的话，观战方还是可以打针。是，相对来说，就这场我觉得可能珍宝哥的胜算更大一些呀。女儿封印命中，而且他女儿在队长位置，我觉得封印命中率一定会很高。是，他已经吃死了，对战方不会上女儿，对吧？是，他猜阵容应该是猜到了的。对，流云一把方寸，看能不能抢到二速。看一下，这个、双招的话也是给对面带来了很多压力，对，很大的压力。嗯，我天，两只虫也是残血，看伐木秒过去。飞一只，哇，这个是伐木伤害很高，对，龙三嘛，善报还好，恶报的话，这只牛又没了。这样的话，观战方这边节奏就真的很舒服。哇，我们可以看到对战方的这个力劈宠是 PY 啊，劈的幻母怨灵，对，劈的怨灵，哎，还行，这只牛，牛锁血没有，对，站住了。哎，对战方可以拉逆境了。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赌一手啊？方寸人给个舞龙，地府可以赌一手。我们来看一下，嗯，啊，还是选择宝宝开，这只是千速吗？啊，千速，女儿直接点风，哇，对，点风，这宝很快，比这边官方女儿村还快，对，破甲，破甲，那这把要杀一速了，弹珠。弹珠应该不够吧，3800啊，曲线看一下伤害。哇，这个蛇也是对战方真的很给力，因为对战方现在没有能力去清蛇。对，钢头8200还好，弹珠，要不然的话这个曲线卡的。对，看一下，哦，弹了个白甲，弹了黄金甲，弹了个甲，还行。哦，有善恶，善恶拉了金刚的善恶，丢了破甲，伤害特别高。是。这样的话，看看有没有宝宝一拉一开直接分进去，啊，只能这样。不过你如果一二速都丢掉的话，分进去一分一也不大，对。不，其实他分进去的话，对战方可以找着一个节奏，因为你一二速全部来，他用一个方寸来牵制的话，对战方就可以丢小死亡。对，他的大堂两个物输出点就可以出手。哎，其实这样看来的话，我刚刚预判了，我说前二十回合。啊，有点杀，结果没想到第三回合、第二回合就点杀，第九回合又是点杀。对，珍宝哥这边打得很凶，很凶。控化生，再给无魂。对方大唐还是得出虫，因为他不确定方寸会不会催他。对。哦，先指人一手，先防一手。啊，果然还是继续压大唐杀威。
这就是花果山这个门派的特色，因为它点杀很连贯性，对，它机动性就非常强。对，你看又是珍宝阁这个一号位的宝宝又是锁血，对，就群英三叠恶宝，看一下有没有一拉一开，那这个大汉应该也死了。是的，这样连续造尸体，一拉一开，一拉一开，分身，有保守，有保守，有保守，哇，气！对，两只这样的话，如果再被造尸体，珍宝阁这边要换地听了，感觉。嗯，是的，不过花果山这把又有当头。是的，如果很难受，很难受。我觉得这把应该会，我觉得可以杀法。这只天素宝宝是比女儿村快的，他如果拉起来也没办法直接分身，女儿村应该会点着他封。嗯，是可以，女儿村点尸体封嘛。对，这拔木还可以群，而且能群，一定能群到四号虫。对，我们看一下这把会不会继续杀过去，应该会杀，拉起来看一下会不会点封。啊，一定继续点封，一定点封，因为已经尝到甜头了。是的，很难受，是人在毒，但是毒感觉只能回稍微回下血了。对，杯水车薪。是的，看这把啊，果然杀法继续造尸体，一定是杀法163。哦，还没有群，还好。不过有善恶，善恶，嗯，又163，第二次，第三次。啊其实第三次也正常，前面的163几率确实很大。是是是啊，还是有看一下能不能啊，这个没守住应该。你不过这种你宝宝看女儿出个顺法就没了呀。是的，尸体太多，这把还有当，哇，这个技能真的是杀得好，因为如果你连续使用就很容易刷在下回合。嗯，是因为它有个经脉嘛。是的，我们看一下，不过感觉对战方有没有愤怒没注意，没有太注意对战方的愤怒。不过女拔木也没有群到，如果有怒的话，其实他们只有两个点没有倒过地，只有化身和地府。对，嗯，纸人罗婆没有中。哇，这个还好没中，他可以活一口。嗯，火方寸，不过人心比较只有三层，活的比较少，我活不住呀，这感觉活不住呀。对，活不住，尸体点太多了。嗯，啊，请一首宝宝，哎，神，这首神，对，这首神的稳了一手。哎，又神一只，又神一只，还好。如果这两只宝宝飞了，真的对战方很难受，因为四号是一只千素。是的，三号宠一定是刚是不是三号宠拉的？没注意。善恶继续守势。哎，这样的话真的是站不起来。下回合又可以，方寸又可以去控化生。我觉得对战方地府应该是够了的，够大了。对，地府还踩了个塔。对，不过观战方也有怒啊，这个毒一直毒在这里脚底下，肯定是有。是的，嗯，这个这把对面方寸只能剩无魂了。嗯，大胆一点，对吧？和尚直接清阴咒，然后再造一个尸体。是的。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人拉地府金青，就是他啊，接着开封印，那女儿继续点啊，是不会。他这个四号位置已经用了三个五龙，哦，顺势，四号位置已经用了三个五龙，好像是的。那就对方地府肯定有路的，没有选择，没有选择，因为观战方方寸好像没有分路，没有办法去效力。那女儿村又想封方寸，不让对面有节奏啊。不过这把罗汉还好，对，这把罗汉还好，啊，当头继续当头。嗯，其实感觉现在这种双峰快节奏去打，真的打国标效果还挺好，因为你前面化身人心叠不起来，我方寸或者是上武装或者上方寸可以一直点着你的化身控。对，但是现在这个212一定，我觉得啊，一定要上花果山。对，因为你大唐的话，你没有那个就机动性比较弱，对，也没有连续点，没有连续点杀、连续造尸体的那个能力。对，对，啊，你看这把又有大，他其实现在可以飞机的，对，是去压压血线可以飞机的，等罗汉没了，真的可以。八须弥冲一下，嗯，罗汉两回合嘛，是的。方寸这把也可以踩他，没什么。他如果连续两回合都有飞机，就是触发了荡魔和压邪，伤害很高的。嗯，
看一下，看观众棒的操作，花生可以继续舍一下刀。花生是被顺势，我观战房哦，观战房对，啊，房子踩踏，继续拉金刚，这样对于观战房来说就节奏非常好。嗯，地府人开人开了，啊，观战房女儿没有中，她应该是点的是体风了吗？不是，她是飘三风刚才，飘三风对，没有、哦、没有碰到，啊，神针神针，看数据三千。右神，右神，看五百九，两千八，孩子五千，是的，伤害很高。哦，赶紧把蛇把蛇换出来啊！还好这把神了，如果不神的话，这个对连蛇都换不出来。对，又是一把无效操作，而且对战方地府还丢了个五龙，我右神还行，还行，这连续了几次神，又感觉宝宝上还都能站得住。这个神浪费一个九转，是的。很难，只能说这个时候姑苏城很难，因为他前期就算他现在把节奏缓过来的话，因为他还需要找到自己的节奏去进攻才行。对，而且我们来说，就对战方其实而且这样对九转的效对非常非常大。对对对，我刚想说就是对战方的药品是用了很多。是，你看就一直会去压女儿村，真的这把只能说珍宝哥真的猜得很准。对，女儿村这个速度切的不是特别快，而且没有站在。速度位对，而且他带的封印灵石，对，封得很准啊！大坦的技能了，起来轻盈之宠。看一下下回合罗汉是没有了，但是感觉化生这边是有一把怒的。对方化生啊，六千多，这直接虚了，我感觉。对，这直接虚了。我感觉观众方应该会虚。他可以换三只，那群过去化生啊，没群。可以换三只，因为他们方寸倒地的话，他一二三出手，一二三位出手。嗯，啊，顶了个大金，顶了个大金，他顶个大金，哇，顶不住呀，顶不住，顶不住。我这感觉一定要虚了，一定要虚了。对，上个打了五千，这肯定要虚了。是的，女儿方寸两只，化生出个地听。对，这把还有翻。继续飞一飞，真的是扛不住了。嗯，看一下有没有虚迷，果然哦，地听地听，小李小李啊，那也行。其实方寸有愤怒，是的啊，这个出手法，两手准备嘛，稳妥一点。对，就女儿村如果万一削不死方寸罗汉的话，对战方化身罗汉的话，其实对节奏又拖下来了，这样也其实还行，毕竟观战方还有双招在手。啊，孩子拉应该是拉不起来的，神针拉不起来啊。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十五回合真的很凶，很对，很凶，一万哇，一万，珍宝哥还是一如既往的凶，是的，主要他猜阵容猜得很好，等于说完全猜到了对面的阵容。对，我也是，我开入赛之前我说珍宝哥啊，稳扎稳打开把龙没有什么，对，随便你开鹰无所谓，是的，因为龙阵真的很全面，嗯。而且他这手方寸放在这个速度位置啊，如果真姑苏城真的开阴，我觉得观战方是两手想法，如果对战方真的开阴，那我也一定能拿二三速，是、嗯、我只需要女人村比我们方寸快，保证他能分进去就行。对，我的水清金清他能分进去，我一定拿二三速，其实是的细节挺好。观战玩笑，那么这场 PK 的话也是以16回合一万八来结束。